大家好，我是 KK 低调。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 iPhone 7的这个模型机模。据厂家说，他这个是买的原装外壳，然后做的这个机模，也就是说，它后面这个背板和真的 iPhone 7是一模一样的。这个机模是手工打造的，手工做的，像素度是极高的。然后现在大家在网上看到一些 iPhone 7的四种颜色的曝光图啊，其实那些都是机模的，都是模型来的。最后来说它的特征嘛，主要的话就是摄像头的凸起和以前 iPhone 6S 一样的，但是它这个摄像头是比较靠左边，而且摄像头比较大。然后两条白带的话也是移动到上下的一个底端。看一下，来个细节特写看一下。然后底部的话是取消了3.5毫米的耳机接孔两边都是，应该是一边是扬声器，一边是麦克风。我们来和 iPhone 6S 对比一下，其实差距不是特别大，但是还是很明显的。现在网上曝光了所有的 iPhone 7的那个真实的样子的模型，一般都是模型来的。而且都出自深圳华强北。另外据厂商描述他们买了两个 iPhone 7的原装外壳是花了10几万的，所以说现在曝光的成本是比较高的。来给大家看正面吧。实际上正面的话，这个是手工打造的机模，实际上正面的话还是一个 iOS 9的系统界面，这个应该是 6S 的机模的一个正面。